各位的嘉宾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大有博尔茶，我来这里22年了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原本是来打酱油，那不小心就能够拥有到去年的第一名落水洞。当然我们要感谢祥源冠名，今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岁月滋味，由他的赞助能够让我们义务茶走向世界，不容易啊，实践。那么茶友们，就刚刚我们拍卖官所算的，其实我的底价是100万，跟去年一样，因为一公斤如果20万，茶友们，一克是多少钱？一克等于是200块钱。各位茶友们，我们云南的农民有700万人，一年有生产普洱茶原料，茶树的原料来到43万吨。如果我们云南的所有茶农齐心协力，让我们茶都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，茶友们，我们一克如果多10块钱，我们就可以多43亿。一克如果多10块钱，云南的茶叶就可以多43亿。茶友们，这一包茶我不会卖，去年的茶我也没有卖，因为我在这块土地获得很多了。所以其实我跟各位报告，第一名到第33名都是由我公司买下来的，第一名到第33名都是由我云南大有买下来，因为我要让这33个村委会的茶每一包有7克，刚好一个精美的礼盒里面有33个我们义务贡茶，包含我们优乐，包含我们罗德，全部有33个村寨。那茶友们，我要让各位比喝啤酒还便宜一样的普洱茶让各位来感受，真的很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我相信云南的普洱茶春天才要到来，怎么说呢？1733年的龙马同庆，1736年的贡品同心，1868年的胡延昌，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朋友们，100多年前普洱茶现在一瓶多少钱？2到300万，一克多少钱？一克将近10000。老鸿运现在一瓶在70万到80万，一克多少？一克2000块。各位朋友们，88青饼大家都知道吧？现在一饼10万，一克300块，88青饼。各位茶友们，这是由我们勐腊县委县政府全力支持下，由我们义务政委政府，朋友们，全世界就这么5公斤，107万，一克茶多少钱？朋友们，喝它一泡5克，1000多一点点。一瓶茅台2000块，啊、哦，不算菜了啊、哦，不算菜钱啊、哦，所以朋友们，高贵不贵，我希望要将这份荣耀传达给全世界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云南普洱茶的春天来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